我要跟各位报告的就是说哈，我们这三年来哦，我只给农委会主委一个任务，就是农民的收入要稳定。那在这个前提之下，他要拿出所有的方法来让农民的收入要稳定啊，东西要卖得出去，或者是有灾害的时候不会影响到他的收入的稳定。所以经过几年以后，就发现说成绩也慢慢出来了啊。所以近来，尤其是这一年来啊，这个一般的农民跟渔民对我们农委会啊反应快速啊，那把很多问题陆续解决这件事情，我看很多人是越来越肯定啊。那但是我们还是继续要加油，尤其是这个气候变迁哦，那个这个我们以前熟悉的经验，在现在不一定是适用的哦，所以对我们主管机关的挑战会更大。但是我们就是有一个，终究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就是农民的收入要稳定了啊，而且要持续的上升。所以你要把降低生产成本，那他们的种种的取得土地或者资源的困难都要一一解决哈。那这本来就是政府希望替大家做的事情哈。